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中原地产龙龙，第一份我 Tavi 啊，今日同大家睇一个位于屯门站上盖嘅三房单位。咁入门口啦，呢度有一个玄关位，咁入到厅呢边，饭厅同埋客厅。咁望下个睡房嗰边先，每间房都系斯斯正正。第二间睡房，主人套房，都有工作平台嘅，去摆放杂物。咁呢度就有一个钢池嘅主人套池。客池，咁都係光池嚟嘅。我喺廚房呢邊，咁就四四方方一個大嘅廚房。咁啲電器都會喺翻下邊，右邊門後邊就有一個雪櫃位。